要行为帅，才就是帅，然后笑起来好看。目前比较偏搞笑，我们对男生比较搞笑一点。全明星微笑杀手谢雨荣恋爱零经验，对上没他的菜，自先想我弟弟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很被虐的那一种，越超我越喜欢的那一种。拔河啊，拔河完之后手都会长茧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哇，拔完好爽哦。那时候是痛到起床要扶着墙壁起来的那种，笑也会痛，不能笑。但子贤又很好笑，就一直想笑，又一直摸着肋骨说不要再讲了。全明星谢雨荣是蓝队的团宠，无懈可击的招牌笑容收服大批粉丝。因为蓝人们都是水做的，他也身为哭点水龙头。只要荣荣哭，全队没有一个人守得住自己的眼睛。哭过最厉害的，其实许阳受伤那天，我就哭很久了。播出那一天我没有哭嘛，然后其实，在结束之后，我只要看到他我就想哭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受伤其实很严重，但是他还是会来团练的人。像龙舟啊，他其实韧带受伤不能动，但是他在后面教练叫他休息，但他每一次都跟着我们一起滑，还会送巧克力来给我们吃。那你一定会去看留言会走心？我其实很爱看留言，比如说我自己的问题的话，我就会回去就是反省一下，但如果是无意义的留言的话，我就会就是装没看到，反正他就是留开心的嘛。有人说什么补人什么的啊，你又不了解我们，而且善存就是来，然后他也是没有来训练的情况下就突然进来的，他压力也很大。而22岁台月混血的谢雨荣，当初从选秀节目《弟弟52》出道，坦言女团没有内斗的情况，掐指一算呢，也入行2年多了。我们的年纪偏小，就比较无知的那种，休息就吃，吃完就练舞的那种，所以我们很少有这种。对啊。他其实是怕我辛苦，但是他看到我开心，他也会很开心。所以他应该也很骄傲你加入全明星吧？他就变成忠实观众，然后每次只要一播出，他就马上跟我说：“你刚刚那个没有跑好，可以再伸得再长一点。”压力很大哎。对，就是很可爱啊，很可爱。他好像看到过吗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没看过我爸爸在我工作的时候来过，所以我可能会哭。那他有敬爱你吗？他是说你们开心就好。所以要破关那一关吧。我是没遇过啊，因为我还没有谈恋爱。我们团有禁爱令，我们不能谈恋爱。那你自己喜欢的类型？就是要行为帅，才就是帅，然后笑起来好看。目前比较偏搞笑，我们对男生比较搞笑一点。子谦很好笑。对。不是不是，子谦不是我的菜，子谦像我弟弟。